特别特别低血糖。晚上好。累，我现在整个人有点要炸掉的感觉，要炸开了那种感觉，我困得爆炸。睡觉我就不想醒了，一睡到明天了。我赶紧直完播，然后我就下了，就刚点外卖，赶紧直完播，我卸妆睡觉了，受不了了，太痛苦了，现在全身不得劲，吃瘦肉丸，比公演累。那公演不是说身体力的累，是那种没休息好，没休息好的那种累，就你几十个小时不睡觉，试试看呢。全身好痛，头好痛。上公演之前我就已经困得要死，都没睡好吗？早起，何来的早起？都没得睡，谢谢阿言送的荧光海。都没得睡，何来的早起？那不行，我要。我要，哎呀，哎呀，吃的是肉丸，对的，福鼎肉片。静，我在直播。喘着气儿，我要播到一个小时，不然就现在的五号了。而且接下来跟我妈去旅游，没什么时间直播。我在总选上打了个盹，受不了，太困了，打盹。我总选的时候也打盹了，太困了，太困了。但我们见妈妈。我要保密我妈妈的脸，可以让她跟你们说话，但是保密我妈的脸。好吃。我像爸爸，我像我爸也像我妈。好的，后天见。但我像我妈多很多，特别特别像我妈，就是我的鼻子像我爸，但是我其他五官就特别像我妈，就是我能解开我妈的那个手机那个面部解锁。吹点好的，没发工资呢姐，微信就升到20，吹点好的。因为我的衣服都是铁度，没办法。啊，今天是周末，要不然我今天都富裕了。我穿了一个衬衫。画画衣服太难买了，不会买，我衣品很差。看到我了，什么时候看？在台上吗？
头发很花是为了要配那个粉红裙子。我不知道那个区域什么意思，不知道在哪，你跟我说我也不知道。嗯，吊带特别特别显瘦，就穿那个裙子显得我很瘦。啊，但我本来就很瘦，不用显瘦。这几天没咋吃东西，没睡觉，估计又瘦。头好痛，受不了，像要被炸了，像头被炸了，不辛苦，一年也就这么一两次。嗯，我点最辣了。我下了播，马上把妆卸了，洗完澡马上睡觉，不带犹豫一秒钟。我美瞳已经连续戴了，也不是连续吧，就是一天24小时，我现在20个小时都在戴美瞳，眼睛好痛，而且被那个聚光灯一照，眼睛超痛，就是整个身体很难受很难受。我不知道你爸到底怎么安排的，这个时间很让人很痛苦，搞得谁都不好受。谢谢粉裤衩。那台上不都有灯吗？灯要不照我们都坐在黑暗里，就是不领奖就谁都别看我们呗。美团员下一会儿吧。我天呐，那舞台下面的那不知道保安还是什么，就那种戴工作牌的大叔，特别猥琐，拿手机对着我们每个人的脸拍，好猥琐，一边拍一边笑。就我们在后场排队的时候，有个男的很猥琐，拿手机从我们面前脸上怼过，好恶心，就一边怼一点一边笑。一个大叔，再离这么近吧，就拿手机录，把所有人的脸录个遍，一边走一边这样拍，还笑。但当时要后场，马上要上，懒得跟他讲。你爸是个人都能招进来。你能不能别嘴贱？我今天心情真的特别不好，有病。你自己私聊给我发了什么你不知道吗？忍你一天了还在嘴贱。本来心情就烦，你给我发的什么东西你自己不心里不清楚吗？我说我最近心情特别不好，别惹我。
怎么才能好睡？好好睡个觉就好。为什么摘个美瞳，眼睛要瞎了？啊，眼睛好痛。带着就是跑，扔摘下就扔出来，好痛，没有眼药水，因为灯罩美瞳灯罩眼睛本来就特别难受。停电了，好的。哎，我把剧场的夹子带回来。养像大耳狗，有没有人觉得特别特别像大耳狗这个发型？进场的时候特别可爱，进场的时候能看得见我吗？特别可爱。哎呀，耳朵痛，全身都痛。哦，谢谢赵妈送我高级玛卡。下次的大场合就是运动会还有 B50 了吧？我猜。冷敷热敷什么敷什么？只看我了，那你还挺甜的，眼睛，我睡觉就好了，真的。谢谢巧克力。金主好像是在成都，我天啊，最喜欢成都了，就可以看，可以吃好多好多东西了。还有人喊我名字，可可妈，居然有可可妈这个世上，除了你们。你们发现洗澡地方又堵了吗？特别堵，受不了。有运动会有的。但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自从我看你和之后，就再也没有运动会了。拔河，我那么弱一只。好像从2020年开始就没有过运动会了。跑不动。跑不动，射箭也不行，特别弱。我就是那种体育笨蛋，懂吧？很弱。
有没有什么动脑游戏啊？健身那不厉害。去那端茶倒水，骑三轮车可以，魔方不行。哎，车的比赛可以，我有车的天赋。我有看过 H 队的那个开场，就是空少的那套衣服。为什么我今天不紧张，就一点都不紧张，就是我连平时跳公演都会紧张的人，今天在这么大场合居然不紧张。好奇怪，可难道真的长大了吗？你紧张什么？当我跳恋爱告急的时候，有点紧张，因为小菊前辈就在我后面。就是本人站位离 C 位最近的一次，虽然也没有镜头，但是离 C 位最近的一次。玉三家也紧张，确实。快瞎了，你能看到我就怪了，真的。你明白就好。晚上好。能拿放大镜找到我也挺厉害的。在屏幕前差点看到你，什么叫差点？能看到我在后面哦。看到你一点点，那好吧，一点也很厉害了，在这么多人的台上。那有人说一，今天看完这个，参加完这个活动之后，我很有信心，我要变大、变壮、变强，还有动力，应该这么说。我要变强，我要当 top。就看完，我以前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对名次有执念，但现在有点能理解，因为。名次它意义确实挺那个，而且领奖，
台上台下的氛围是不一样的。嗯，再说，我也想，下次青春盛典的时候，台下都是挂那个可的灯牌。我说下次有一次，在我毕业退团之前。帮大家，但是我们在台上看，有很多灯牌，他们就藏起来，等到那个颁奖的时候，突然全都亮出来了，吓一跳。最近觉得一个，这几天有 get 到一个前辈。我不说，哎，我说又说我去追谁了，就是突然 get 到，就是这次活动 get 到的，CKG 的。谁可以追的？对，谁可以追前辈？很好猜了，不是小。让我看他在不在直播。他没在直播。对，赵妈猜对了。但他没在直播。我觉得他很好看，而且有个很尴尬的事情，我前两天就跟另一位前辈夸他啊，好好看嘛，然后偶遇他们俩的时候，然后那个前辈让我跟他打招呼，我就很害羞说嗨，你真的好漂亮，然后就走了。很腼腆，我跑掉，然后我就走掉之后，我去上厕所，然后就给他发给那个前辈发微信，我说天呐，他真的好好看，刚发送出去，他们俩也过来上厕所，我觉得抖了一下，好恐怖，我说吓死了，怎么刚发就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了，就刚发，哇，他真的好好看，刚发出去不到两。突然两个人走进厕所，我就很尴尬的拜拜，然后今天还充电宝又偶遇他单独一个人，我很腼腆说嗨你好，然后又走了，就是我就是我的社交能力值最多就是一个嗨你好，你真好看，谢谢荧光棒。现在没规划，抖音粉丝你好，真的蛮有缘分的。还有啥来着？啊，我充电宝买到假货了，一次都充不满，想就握手会见。我那天晚上着急，外卖随便买一个，说是20000毫安，结果
巨远，半车就没电了。继续，而且我把它充满电了，就是前一天晚上把它充满电了。大半夜没有有牌子的，关门了。有那种超市里卖的那种，不知道啥东西的充电宝。血亏，心痛到现在。60-70吧。60-70充不满一次也太过分了吧。然后我今天在后台借充电宝6块钱一个小时，我想没事，反正也没我的歌，我一会儿还就得了。结果一上去就不让下来，也不让带手机，然后等整个结束还充电宝还了24块钱，这不要我的命吗？你现在在充电宝跟那奢侈品一样，贵的要命，谁消费得起？6块都是哥的命了，我也觉得。我不喜欢带充电宝，是因为不喜欢拿东西，觉得很重。觉得很重，就放在口袋里很烦，拿着也很烦。我不喜欢背包，背包很烦。小的也很烦。不喜欢，超级不喜欢拿东西。跟陶慧连个麦吧。嗨，我今天还找你了。什么？我还找你了。哦，我听不清了，我这网不好。你错过我了。啊？怎么？我说我今天还找你来着，但是你不见了。啊，这么可惜啊，我。你什么时候啊？那我，哦，前辈，我还没有找你拿周边呢。对啊，我就是要跟你说事情，那见了。啊，所以你今天带过来了吗？没带，我想问你。那我下次带中心。等，我可以去找你拿吗？下次，明天。明天可以。握完手可以去找你吗？哎呀，卡了。不好了，什么卡了？对，好不？我们微信说。好，那你吃饭吧。好，拜拜。拜拜。不卡。他今天跟我合照了，然后我散场的时候我还抱了他，他很开心。我紧紧拥抱他，我说加油。他确实还很乖，他今天早上还给我带奶茶了。嗯，他上次来我房间还给我带水果吃。嗯，我觉得人很好。喜欢乖小孩，不喜欢你们这些叛逆老孩。你们不是个好女孩。这什么汤？剩的汤。海底捞都去完了好吗？你们不是好女孩。
我是。我是特别特别好的女孩，没得说。觉得我是好女孩的送那个玫瑰花，觉得我是坏女孩的给我送皇冠。谢谢姨姨。谢谢豆老师，谢谢狗老师。觉得不好不坏的，那就送权杖。B 站吧。本人最近在抖音、B 站是有点小红，但是我就是被我们 staff 骗了，说今天发抖音搞那个 KPI， 说今天会有特别大的那个流量，什么抖音官方扶持的，什么送了就爆，不就是带了就爆火。结果一发就没有平时随随便便发那种脑残抖音的一半，都不如我玩那些手势舞，都不用说我整活。就是我要整活搞那种搞怪的，可能流量都是正常，都不如我平时拍那些手势舞。他发说今天是抖音官方合作扶持，只要发了带这个话题，抖音爆火。讲的我天呐，我妆都不化，觉都不睡，我哐哐着急的录那个抖音发网上，结果下了那个什么下一看，我天呐，不知道以为我发什么违禁东西的，就这点牛了，这就是官方扶持，这就是你爸的面子，都不如我在那里得得得得得，真不行，反向给我扶持是吧？本来浏览量正常，我的浏览量有10万，现在这一扶持只有12000了，我真是，十八赔我的抖音，别把我抖音号搞坏了。本来流量挺好的，10万搞到10000去了，真有你，10几万都是10万打，最近都是10万起，现在给我搞10000了。10000浏览就有10000点赞吗？每个人看你视频都点赞，你以为你是谁？你是国家总统吗？你觉得我今天是漂亮还是帅气，微微？是吗？那可以跟我结婚吗？可以。你怎么今天不说你是侄女了？你是不是想搞那种人设？我平时这样跟他说都会说不要，我是侄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问他直播，问他就有点假假的，说可以。他开始凹人设，你们以后别被他骗了，他真是侄女了。但也说不好，他可能突然爱上我了。他可能突然爱上我，这种事情我也能理解，其实经常发生这种事情，我也不是说不能理解，突然爱上我crush我这件事情不好说。今天真的好漂亮，我发口袋的照片都没 P， 直接就发了，因为坐那车头太晕了，兜兜兜兜兜兜兜的，我就哎懒得 P， 直接发了。嗯，被你掰的，瞎讲什么呢？我们是很纯洁的舍友情。珍藏，我真的觉得我昨天拍的那两张自拍很好看，双目无神，我的眼睛都快瞎了，当然无神。
是友情还不纯洁，那不好说，不好说有的事情。这么看是有点阴气的，一直长得很阴气，是你没 get 到，有一点自拍。因为拍到周围不好看，周围都是易拉宝。你刚来那好吧，他单方面暗恋我也不好说，也可能我们是双向的，我没有认清自己的感情。你真的是侄女吗？你发誓？当然是。那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骗你？骗我的？嗯。又被侄女骗了。你宁愿骗我都不敢，都不想说你是，都不想说你不跟我结婚，那你还是喜欢我？你甚至宁愿撒谎来让我开心。你特别特别喜欢我，他超爱。啊，不行。没事，我怼在我的嘴唇上。忘了。没漏，没漏，我怼脸的，我刚怼脸直播的。啊、哎，你这锅怎么热热的？好恐怖！我忘了关了。你忘？这锅就一直在烧。嗯。我说差点烫到我，吓一跳。我说怎么就是？摸到上面有点热，我没事，摸到上面干嘛？好热，真好热。嗯，不是，姐，你这锅不会从下午烧到现在吧？嗯，还没炸。我觉得这家具质量蛮好的。没炸，这主要里面没有东西，你知道吧？啥也没有。嗯，它居然不会过火保护吗？就那什么过热保护那乱七八糟的，应该没有。我要扣1000电费，我就找你拿9999。嗯嗯，开玩笑的。有19期了，有啊。哎，我就想了很多事要直播说来着，就一些比较搞笑有趣的事情。但是我最近没睡好，有点不记事，脑袋有点迷糊。本来准备了一大堆想说的东西，但是我有点不记事。可眼睛怎么红了？没鸡腿哭红的。等我20选登顶的时候。再哭一次，可戴了2天美瞳，有点想吐，吃太饱了。哎，20选都毕业了，不是同一个，我中间换过。毕业了就是登顶，人生的登顶。谢我是好人蹦迪。什么？这是我的发夹。你自己买的？不是，是那个衣服配套的。什么坏女孩？哎，眼睫毛太长，扎眼睛了。哎，哎，好。我真的我不贴假睫毛，因为本来睫毛很长，很长很多。觉得你是坏女孩送皇冠，觉得我是坏女孩的，现在给我送皇冠；觉得我是好女孩的，现在送荧光海；觉得我不好不坏的送用爱发电，
不喜欢没主见的人。行 ，OK， 好人觉得我是好人，好女孩，金雅也觉得我是好女孩，其他人都欠我一个发电。怎么突然送皇冠发财了？就为了说我是坏女人，你不会去贷款了吧？等那么久，等半个小时了，你不会贷款了吧？你不会去贷款了吧？可以原谅你吗？还是你把你要送我东西给卖了呀？你要么去贷款了，要么就你卖了。这个道歉等半个小时，你不会为了个皇冠你去那个偷偷什么卖血卖什么赵妈妈卖血记？你说吧，钱怎么来的？女人怎么能送得起皇冠？你自己说，你这钱怎么来的？你自己说，你这钱怎么来的？你这钱肯定来，肯定不是自己靠自己能力赚来，你这钱来的不干净。软饭梯，我懂了，是那个女人吗？是你骗了那个女人的钱。卖油肯定小砍，那得卖一打。你跟你吃饭那位女士怎么不出来说话？怕了？跟你吃饭那位女士怎么不出来说话？她怕了？我看看你剪的。哦 ，sorry， I'm so sorry。哦，这位女士出来 ，I'm so sorry， I'm so so sorry。来电了，恭喜你！开门，她去你家了。我说了，让你们粉丝之间别乱搞。我本来饭圈挺稳定的，这么一暧昧一谈一分，搞得马上就不稳定了，怎么办？本来就只剩饭圈稳定了，别的啥也没有了。你们别乱搞啊！警告！我警告啊！别把我唯一的那个拥有的东西都搞没了。因为前女友脱坑，真的对啊！你看，粉丝之间算了，别那个了，别那什么，睡一起，我天呐，我真的不能忍。好吓人，小台，你反正你也在上海，你去跟他们吃饭吧，小台，你们俩能帮我带一下这个小台小孩子吗？两位老女士，帮我带一下小朋友。这么高贵，吃红姐，骗人不能塞，送的38个荧光棒。不行，你得带上小番茄，因为赵妈，我怕赵妈骗人家小朋友。小朋友很好骗的，他还专门挑小朋友骗。他什么事？和你姐粉丝吃饭，肚子好撑。喝阿华田什么好东西？喝那个人参呢？喝那人参水。我要躺沙发上，有点累了。我是 sorry， 我是个比较脆弱敏感的女孩。害羞害什么羞？没见过女人吗？回来刚吃完不到一分钟，请多点关心吧。今天
芷杰殿下还有叶总还有陶总还有马老师都来后来看我们了，特别虚伪的客气了不到一分钟就走。帅吗？我敢说他不帅吗？就很虚伪，都没打两声招呼走了。小样害羞呢。马老师今天也不戴头盔了。马老师今天不戴头盔了。没骂人呢，他，我都不配被他骂。小黄帽，对的。这我就，我真的，哎呦，哦哦哦哦哦，我真的觉得蛮好笑的。你说不帅，我敢说吗？我敢。但是这个公司敢不敢待就不好说，两码事。但是有个不好的消息，可能是不好的消息，就是升格了之后，就是公演没上满的话就要那个扣钱了。谢谢巧克力。不像之前就是什么没站位啊就不上就算了就不扣，升格了之后就要开始扣钱的。扣多少？你的工资除以六，然后不来几场就扣那个六分之一。你工资越高扣越多，但如果你一个工资低的话就无伤大雅。假如你是一个大 top， 你10万块钱，那你不来上一场公演就要扣10000多。金瓜，你点了那个生助吗？一个月工资多少？100。谢谢巧克力。跳一场不加钱，但是不跳会扣钱，没有说跳公演涨工资的这个道理。就是你跳公演，它是不加钱的。我说假如，我怎么知道 top 月薪啊，我又没当过 top， 人家连那个正式成员都没当过就当 top 了。生助，你生助 ID 叫什么名？叫你的生助 ID 叫有可能的名字，我刻骨铭心。什么时候微博？好问题，谢谢蛋清的巧克力。当过 top 的队友。当过他队友，我没事去问人家 ，Hello， 你工资多少？内涵你，谁让你先那个惹我的？你惹我就惹你，没说啥时候懒得跟他讲话。不是要微博，我觉得没什么好处，我讲真的。是吗？那现在马上过12点，你写那公告吧，动不动解散演唱会，你一个月解散8-9次，有 KPI 不发会没有啊？之前叶总没说，他只说 KPI 是公演还有直播，没有说微博，好像没有微博吧，没听说。谢谢巧克力。我不想有微博是这样的，就是那个私，你本来看翻牌就要看很多了，现在还要看私信，还所有声线，叉叉的名字你刻骨铭心，叉叉的声线你刻骨铭心。不是不看，我觉得这很麻烦，
就说你现在看完一条翻牌，宝宝，我给你发了那个微博私信，你看到了吗？不不不，我在那条微博里讲的是宝宝，就是你要因为一个翻牌，你要就是换来换去看一个东西，有没有人懂的？宝宝给你发的，我给你，嗨嗨，我是给你今天微博给你发的那个发了一条狗、一条猫、一条毛毛虫的那一位，你觉得第一只狗好看吗？那是我在路边遇到。你觉得第二只猫好看吗？那是我邻居家的猫妈妈生下来的，准备的。不不不不不，就是我一条翻牌，我就贴，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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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找，我找，我还得看你是哪一位，因为我看过别人这样回翻牌。就是我得翻，得翻你微博哪一个你啥时给我发的东西？谢谢小狗的玫瑰花，就翻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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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叽叽叽叽叽叽，一边回翻牌，一边看内容，一边翻微博，这不得呱呱呱呱呱呱呱，可烦，可气了。我觉得这角度是最好看的。回一个懒得看了，你爱在翻牌说不说拉倒。谢小凡的巧克力。真的，就如果实在一条翻牌，你要给我夹杂太多的内容，又要我记得以前的事情，又要我去微博找你，又要看太多太多太多这个事情。我直接回去懒得看了，懒得看了，你能直接说不？然后他再给我发一条翻牌，发私信 ，OK。像出道，你惹到我了吧？这样确实有点像一个宝塔头顶在上面。嗯，真的有点。喂，不是丸子头，不是你惹到我了吧？你惹到我了。我已经本来要弄蝴蝶结，但是懒。你别合抱了，你把券出了，我不会弄宝塔头的。但我真的觉得我是一个很恐怖的人，就是每天我身边的人就是待在我身边的人就会每天因为我化完妆的造型啊，你今天怎么长这样啊，你今天怎么这样啊，你今天这样，今天小杯前辈说你怎么变可爱了，我说怎么样好看吧，他说我还是喜欢你之前的样子，我就走掉了。过了一会儿，爽爽前辈说：“哎，你今天弄这个造型。”我说：“对啊，公主头。”他不知道说啥来着。他说：“嗯，还挺好看的，也蛮适合你的。”我说：“不会喜欢上我了吧？”他说：“你别这样，好恶心。”就每次化完妆，就哪怕坐在我旁边。的什么鲤鱼佳佳，每次我化完妆就怎么今天长这样子，因为我有时候很铁，有时候就很花，那他们受，就每次化完妆，哎，你今天怎么那么铁，你今天怎么那么花，你今天这么可爱，你今天就每天变脸，对，变脸，特别爱变，就变风格，变发型，变脸。我喜欢什么风格自己？我喜欢素颜躺在床上睡觉的我自己。
百变精灵又可以。看一下贴心为你做的，就是艾特我的每个视频我都看了。然后真的觉得我的嘴巴蛮好看的，就某种角度是那种特别微笑唇，差点没找到你。那你找到我了吗？你艾特我，老是艾特那种油腻男直播。对，我就有的视频我觉得很丑，影响我的公众人物形象就删了。哎，别说，这真的有点像一个丸子顶在上面，我老是幻视。女生的模仿我不喜欢，我怕我看多了，我腌入味了。腌入味了，我以后这样直播怎么办？我的那些什么女友粉、妹妹粉、妈妈粉怎么办？他们就要一直忍受我这种恶心的行为。我老看的，我腌入味了怎么办？女友粉扣个一。喜欢叫我什么老公老婆的，现在扣个一。你看，几千个人，你看几千个人都是。歌迷，谢谢荧光棒。嗯，我明年这时候就会比现在火很多。谢谢秋天奶茶，明天极有可能成为进圈的黑马人物，等着吧。明年极有可能成为进圈的那黑马人物，来年的事谁知道呢？来年的事谁知道呢？要知道，在你和火起来只需要。那么一两个时间事件节点，你通为万票我火了，我就换一个贼厉害贼公正无私的饭头。你太猥琐了，我怕你吞我一票，你吞我一票我都会发疯的。还一万票，你吞我一票我都报警抓你了。一万票，你想得美。对，应援会可靠，真的好重要。知道吗？我这次没进选 top 十六，不会是你把我那几万票吞了吧？有人，我听说是有人给你打了100万，让你投暗票的，你不会私吞的没投吧？然后骗我说这次的那个什么新人圈线是什么10万票，骗我呢是吧？吞了，还 top 十六就准备竞争第一了。强有力的一个选手，黑马选手，我的饭圈稳定，直女铁蹄两手抓的人还进不了 top 十六，那不都你干的好事？这是都你干的好事，不然今天美美抱那个奖杯睡觉了。20万，我听说还有人打给你打100万，那120万多少票？哎，好多都能进了圈了，还新人呢。抱着你睡觉，你别老跟他玩，好猥琐。对呀，进个圈玩玩吧。然后我自己这边再投个10万票保底吧，进个圈玩玩。3万多票，行，那我再投个10万票玩一玩。对，投了10万票，那为啥没进？权限太高了，权限太高了，投了10万票都没进，哎，
大佬还给我投了暗票，投了，说是投了七八万票，不知道为什么没进，权限太高了，全是内账，都是全是那什么暗账型的吧？哎，偷偷投了几十万票都没进，心寒啊！灌给别人了，哎，灌吧，咱不差那点，明年继续。明年继续吧，明年搞个20万票。灌错人了，我天呐，我才知道那个公布排那个进场之前就已经公布新人的那个什么了。我才知道，我到那啥结束了才知道。晚上好。明年有经验，明年别灌错人。感觉那鼻孔太大了，没和前辈合影，跟后辈合影。我们今天都想着赶紧下班回去睡觉了，谁在那合影啊？哐，都冲上车，鼻孔你也亲，真恶心。你推，好像心情不太好，不敢跟他讲话，而且我也不喜欢合影。你去问你姐，别 KY。今天没喝水，但今天一直上厕所，我真是尿急。我现在我一个小时不上厕所就难受。尿频。送你个礼物，什么礼物？还要报 ID？ 我天呐，没握过不知道。今天发生一件很无敌尴尬的事情，无敌尴尬，突然想起来，不喜欢提，还是为什么生气？不想要好吗？哦，想起来一个特别尴尬的事情，就是。之前跟一个四字前辈，老粉应该知道我说是谁，四个字的一个前辈。他今天突然说，今天早上5点，就是我们刚到中心那会儿，收到他的微信。他说："为什么当看不见我？"然后我很困，我那时候已经趴下了，已经睡着了。我醒来之后看，我就发了个啊，他说为什么看见我了要装作不认识的样子，我好尴尬。然后我跟他解释，我说因为我比较社恐，我不太喜欢跟人讲话，所以我会装作不认装哦装作看不到，不是我们队的。不是我们队的，今天很尴尬，说哦，原来是这样。哦，今天上车发车去那个场馆的时候，又看到他了，然后我就很主动，嗨，我跟你打招呼了哟。然后今天上厕所的时候，又碰到他了，我说你好，我都。抬起手来打招呼，你好。因为我之前跟他就会对视，就两个人面对面路过彼此会对视，我就觉得人跟人之间的两个社恐，两个 I 人之间的那个打招呼，就是对一个视，就说 I see you, you see I, 看看就好了。直到今天我收到他的微信，他说为什么要装作不认识的样子。
这为什么要装作不认识的样子？我觉得说到这个微信我有点懵，老实说我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看到我的时候要装作我们不认识？我说是因为比较社恐。所以不对呀、啊、我不敢跟他讲话，我怕别人以为我。哦，他以为看一眼是不认识，但是在我那个，在我眼里就挨人嘛，打招呼一个眼神意会一下就行。给人送520礼物，那不是520的那个抽卡活动大冒险吗？我现在都不敢跟前辈说话了，等下哪个前辈直播说有个小后辈有肯那天跟我打招呼，然后被他粉丝一传，有肯开始追我们家谁谁谁了，我哪敢说话。我请问谢谢有肯的这送的蹦迪，就可能人家无意在直播提起今天有个小后辈有肯主动跟我打招呼，感觉他对我还蛮热情蛮可爱的，他粉丝一听受不了了，有肯开始然后开始讲有肯开始追我们家谁谁谁了，你让你们推的小心点，谢谢志送的第二个蹦迪，我哪敢讲话，光缺前辈。我天，我现在这我连个麦跟他说声 sorry 吧，因为我在现实中不好意思讲话，我就在那种连麦还有微信上就比较勇敢，但在现实中就是我喜欢尽量装作不认识，因为你不觉得两个人面对面站一起说话很尴尬吗？啊，不行，我不连麦了，我不连麦了，忘了，但一会又说我还在追，追了这么久还没放弃，算了。为什么会我就不尴尬，就是我觉得现实中认识的现实身边真的相处的人才尴尬，我觉得两个人站在一起就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所以我就喜欢微信聊天，我微信可以秒回，但是你当面跟我讲话我可能会不理。我那天刷到那个王毅前辈直播的那个 cut， 说有个小后辈关心他感冒，那天是这样子，在台上我看到他咳嗽，我那天看他咳嗽，我想天哪他侧脸怎么那么好看，我说一下我的内心 OS， 我天哪侧脸这么好看，眼睛这么大，他脸真的好瘦好白啊，他是冷白皮吗，哪里人啊，怎么会有这么白的皮肤，我天他发质好好啊，染这么多发质还这么好，他看着看着看到他还在咳嗽，我想要不跟他搭个话吧，我就打话我说嗨前辈你感冒了吗，他说对呀、啊、感冒了最近，我说哦好的，然后我就没再说话了，他可能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但是我想的就是搭个话讲一句话也很厉害，我就匆匆结束了话题，你感冒了吗，感冒了哦好的。还有那个阿星前辈，我跟阿星前辈也是经常会偶遇的类型，但都是阿星前辈主动，就是很阳光的嗨，然后我每次就很呆的站那，不知道的以为我是前辈，就是阿星前辈很超级热情，就很热情，每次见你会很高兴，嗨，哎又见面了，嘿又是你，就是很热情很阳光开朗的。然后我每次就呆呆的低着那个头，嗨，好，哼哼，就这样子，就是我在他面前好像都没讲过超过三个字，除非他问我问题，就是特别特别热情。旭阳前辈很热情，就他们那就很蛮多前辈都蛮热情的，就是会跟你讲话，但是我比较内向，我就嗯嗯，嗯嗯，哈哈。就这样子，就我只会回语气词，
道为什么，我觉得人跟人之间面对面讲话有点尴尬。前辈会觉得这小孩是不是有点内向？希望他们别刷到我直播的 cut， 不然人家觉得我有病了。现实中一字不吭，在网上重拳出击。真的，我现实中看到人，我都是低头。嗯嗯，哈，嗯，但是在网上，我对粉丝大骂特骂。在现实中，我装哑巴。阿星前面在直播，好吧，那我也不会去连的。这小孩是不是不会说话，好可怜？对呀、啊，我就对你们就重拳出击，天天骂。对，我现实中确实比较腼腆。嗯，都这么说，说是那种中心的阿姨和姐姐对我的印象是内向的乖小孩。谢谢，永远无法被你们请慢请送的巧克力。说我不太爱讲话，但是蛮乖的。哎，今天好多人直播，我今天还吃了有秒前辈的蛋糕呢。因为是咋的？因为这个事情又跟我社恐有关系了，又跟我社恐有关系了。就我们之前会，我会帮他照顾猫猫什么的，然后两个人也会时不时聊天，也不是说时不时吧，就偶尔会相互关心他，因为我陪他去过医院之类的，就是算能讲得来话吧。然后昨天。他化妆的地方跟我，就是昨天不是还在排练嘛，在后台，我跟他就隔了一个桌子，好像也就一米吧。然后我记得今天是他生日，然后我微信给他发了个生日快乐，前辈。然后他还在微信回我，我明明跟他只要扭个头，两个人讲悄悄话都能听得见，但我还是选择了微信发送。啊，就看我很内向，突然我跟他对视了，他就说快过来给你吃一块，我就很内向的低着头勉勉强强的嗯好就走过去拿了。两个人真的隔就一米，我也要微信发前辈生日快乐，嘟嘟嘟嘟嘟，祝你心想事成，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哦，嘟嘟嘟嘟嘟，但是就是不敢回头扭过去，直到递蛋糕的时候我才小声的跟他说一句生日快乐，我刚刚没有当面跟你讲，是因为我比较社恐，你知道的，我就走了。然后好，我看到段奕璇全被在旁边听到好像笑了，就我低头接那个蛋糕，刚刚没有当面跟你说生日快乐，是因为我社恐，不好意思当面讲话。我对粉丝确实不社恐，然后就拿了蛋糕就跑掉了。谢谢麻辣学哥送的秋天奶茶。我对谁都有点像暗恋人家，我不敢跟人家对视的那种。我对谁都那样，就很腼腆。还在剧场吗？没有，在飞机上。出国拍 TOP 16 MV 了，去那什么，去欧洲了。咋了？这么快还没到呢，刚登机。拍完了，告你啊，别急。谢谢荧光棒。明年升堂吗？我都升完了，说这些。
谢荧光棒。吃饭了吗？到欧洲再吃，那比那边伙食好。谢谢秋天奶茶。飞机餐好吃吗？还行。连哪个前辈？别来接了，太远了。再等一会儿吧。不连，不敢。谢谢秋天奶茶。看看飞机，头等舱是你能看的地方吗？头等舱是你们能看的地方吗？今天前辈们都很开心，我就不去连麦了，好吧？让人家跟人家的粉丝答谢营业，有啥好连麦？你不，这次我投资了点钱，我答谢我的我 thank you， 我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看看 LV 怎么了？鼻子健康，我天呐，我真的有点不太会跟人家，不太会跟人家那个讲话，不知道为啥。喜欢蜡笔小，这我是有的。合影可以，你可以带你女朋友来，在当我面亲嘴。这不是我的。你随便找个谁来亲。喜欢看也不喜欢看。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身体接触有点恶心。待久了就会不内向，确实。就是 H 队的后台还是蛮开朗的，很活泼，就大家都会一起聊天，就一个人聊，然后其他人会接话，就氛围很好。电卧的，你跟他电卧亲。辛苦这两天还好吧？加入过聊天吗？加入过，就会浅插嘴两句，但不经常。我因为我怕他们发现我会讲话，因为我怕他们知道我会讲话，我的嘴巴其实是可以动的。所以只能偶尔说两句，不能经常说。经常说，他们发现我会讲话了，怎么办？我真社恐，不信拉倒。嗯，我为什么就平时不怎么喜欢跟人家讲，我发现我怕别人发现我会讲话。就是之前不是有个新闻，是那个一个老头为了不跟，哦，是一个老太太为了不跟老伴讲话，她装哑巴装了30年还是60年，发现我会讲话会给我毒哑。确实，对，之前有个那个啥，就是为了不跟那个老伴讲话，他就装哑巴装了几十年。这么社恐咋进十八的？我是社恐，又不是没长一张漂亮的脸。我和你们是这样的吗？是的，我也怕你们发现我会讲话。好自信，那不然我抱一次过一次怎么办？我站在那他都让我过了怎么办？
那太美了，是的。是老太太，我是。你是拉，出去，老拉。真的，我很期待你们来领我握手会周边，我已经知道是什么，速来领。握手会周边就是一个，你们确认那个组织的那个东西。11点才进去，没关系。你在外面先问一圈谁是拉的，你先找好，然后一起来，我队列排队。去不了现场，去不了怎么办？去不了就去不了了呗。贴一身。你们别太敏感好吧，这就是一个我的梗，我根本不是那种类型的。误会你咋的了？深贵什么意思？听不懂。侄女我。把头发拆了，哎呀，插了一头卡子，好痛。就是每次做完造型，包括公园造型，拆头发是最累的。哎呀，一个，谢谢秋天奶茶，装不到什么，你一个线粒体。两个，刚刚还拆了一小把橡皮筋。啊！我去，弹到我了，有点要流血了。那橡皮筋弹我的手，吓一跳，我也吓一跳。还有这个造型姐姐，每次把那个夹子搞得特别隐形，就有时候我洗完澡回到房间我都没拆完。有一次是咋样的，我受伤了，因为他在我后脑勺也插了一个这种黑色小夹子，我们那天没拆完，太累了没拆完，结果一躺下去直接戳我脑袋了，所以我没现在很小心谨慎，每次得拆得特别干净。今天不像公主，你但凡看看我的自拍和你看看我在房间发的照片呢。就是别了好多那个夹子。每次要拆好久，而且一边拆一边很痛。因为那小橡皮筋要自己用手拉断，竟然像王子。你跟那些说我漂亮的打一架吧，我今天但凡帅一点。漂亮，宝宝像皇后，专门教育你们这些不争气的。我在摸头上还有没有发夹，但一会儿又插我脑袋插戳穿了。下播了，洗澡了，给你们看那个战利品。我今天背着小书包去的，
里面装了我的零食、充电器什么的。谢谢荧光棒，我要洗澡睡觉，真的有点不行，有点脆弱了我。对，好好卸妆。昨天我跟你们讲，我昨天卸妆又是一件事情。先别走，谢谢巧克力，先别走。又突然想起来了，昨天卸妆，昨天不是排练到那个3、4点嘛，就那时候很晚了，我们当时觉得应该回不去中心了，就就地卸妆了，就东拼西凑凑了那个化妆油，还有那个洗面奶，还有那个洗面奶卸妆。因为感觉那脸要闷烂了，懂吧？怕影响第二天化妆，就东拼西凑了那个卸妆东西，还有洗面奶。但是没有化妆棉，我们拿那个纸巾沾那个卸妆水，一点一点的抠，一点一点撕，但是还没卸干净，那眼睛挖黑了一圈，又拿那个洗面奶洗，就是几个人趴在那个洗手台那，呱呱呱呱呱呱呱洗脸，呱呱呱卸妆，拿那个纸巾一直一直抠眼睛，一直抠眼妆，因为要拍深写，大家画的都很浓，还没烂脸，卸荧光棒，就特别痛苦。就好不容易卸完了之后，我们都准备好就是不回中心了。刚卸完没多久，跟我们说再拍一次，就我们就可以回去了，真的崩溃了。结果回到中心，也就只休息了1个小时，又走了。谢荧光棒，休息1个小时，又上车又走了，1个多小时又走了。你们中心楼下，你怎么你来当私生吗？怎么知道楼下保安的？路过，不信，不信，他盯着你是因为你长得有点像陈圆，行了吧？他看你长得像陈圆，他在好奇你怎么不上楼，行了吧？看我直播不说话，不爱就出坑吧。帮我跟他说一声，祝他幸福。对，我要睡觉了。祝你幸福，小番茄。你看我直播不说话是吧？你是不是想我把你踢出去？年轻真好。倒头就睡，你觉得我倒头就睡跟年轻有半毛线关系吗？你是人吗你？但有一说一，我早上睡醒刷朋友圈，大家都在吐槽。穿什么？你让赵妈带你去那个。去香奈儿专柜给你搭配一套。明天我想几点醒几点醒。明天握手会队列人多吗？不多，因为我明天没有握手，是我是后天。都没队列。明天问我当然人不多，又没队列。美特斯邦为你小看我们赵妈是吧？高低去香奈儿给你搭配一套，要不行你让那个窦老师，窦老师喜欢买香奈儿，你问他最近有没有新款的香奈儿香包，有点想用了，你让他给我搞点那个香奈儿香包，谢谢。赵妈，你给我买 LV 吧，然后窦圈就专门负责买那个香奈儿。明天排我队列排吧，我不在，我不知道你排谁，排吧，爱排谁排谁，反正我不在就对了。刺痛我是吧？
因为我壶我没有安排在六号，刺痛我是不是故意骂我呢？夜排不用夜排，你那个你当日现排就行。你别说了，赵妈想道歉卖，买两个那个 LV 皇冠送我。豆豆圈老师你。六号都是糊糊，你确定？你确定？你再好好看一眼呢。LV 皇冠就是皇冠，然后豆豆圈老师没事就送点香奈儿香包，还有送权杖。行吧，你们俩今天的任务就先安排到这里。对，LV，你不问六号的好吧？六号人火火的，驴肉不吃。行了，不说了，不说了。明天早点睡醒了，好那个，好去那个商场给我选购那个香奈儿香包了啊！别忘了，就先安排到这。明天去看你叉叉姐了，祝你幸福，祝你们幸福，你们全都幸福，除了我都幸福，好吗？七号六上班，那真是可怜，可怜可惜。后天我不住了，不敢住。你的幸福我不敢住，你的幸福现在不在我手上，我也不要叉叉的拍立得。行了，我真的下播了，真困了，年纪大了，谢谢巧克力，晚安，晚安。